提壶，快点，快点！提壶，站住！干什么？找个回钥匙。齐虎，你这可是第三次逃跑了，知不知道有什么后果？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这可是公读学校，不是你想来就来，你想走就走。你还不反省是不是？管教，我想出去，看看我的大妹妹有没有给我来信，还有我的小妹妹，看她过得怎么样了，还想再看看我的弟弟。我们知道你的心情，可你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啊，争取早点出去吧。我知道了。好了，走吧。怎么都是99分啊？粗心了，算术本来算对了，答案写错了。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爸爸跟你说过几次了，知道不？知道。那你说，该怎么惩罚你？错一处打一下手板心儿。好，照老规矩，你自己来。哎呀，算了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过教育孩子咱俩思想要统一，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严格要求他是完全为了他好啊，你还是当老师的呢，你这点道理都不知道啊。儿子，妈妈跟你说，爸爸说的对，不好好学习怎么行呢？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没有出路，就找不到工作，说不定啊还得像齐苦一样进公读学校，成为不良少年，那咱们全家可丢不起这脸呢。所以说，曹健，我跟你说啊，你坚决不能跟你大哥学，你知不知道？你跟他不一样，你有理想，你要有抱负，要上大学啊，要上名牌大学，知道不？知道。要有信心才行，你说大点声嘛。有信心没有？有。有没有？大点声。有，好儿子，好儿子，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高兴，但乔叔叔坚持一定要让我学。哥哥，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你放心，哥哥，我一定会好好努力，我一定要对得起爸爸妈妈对我的希望。哥哥，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些天我总是梦到树林里的爸爸，听到爸爸在跟我说话。爸，您拉得真好，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当个音乐家。爸爸算不上什么音乐家，就算，只要你努力，爸爸相信你会成为音乐家。爸爸也相信你们今后的生活一定会比我们更好。
辛苦。见你最近的良好表现，而且周老师几次来学校多次为你说情，所以学校准备破例给你放假一天。真的？真的。谢谢管教。你更该谢周老师啊。谢谢周老师。走吧，记住明天早上一定要按时回来啊。您放心，我们保证不会迟到。好了，走吧。太感谢了。再见啊。再见再见。去换上衣裳跟走吧。走吧，一会儿。再见啊。再见再见。哥，我都给你写了十封信了，你怎么还不给我回信呢？是不是没有看到我的信？你不会又在流浪吧？我的心里都快急死了。哥哥，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会弹小奏鸣曲了。周老师，我妹妹学钢琴了。啊，是吗？哎呀，那可太好了，你爸爸早就说过思甜呐，有这方面天分。我把你送给我的红纱巾系在了门口的栅栏上，你看到了吗？哥哥，如果你能收到这封信，可一定要给我来信啊！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一果啊，你给思甜回封信，他一定等着急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工读学校。那你就先不告诉他，写点别的啊。写什么呀？现在妙妙也没找着，齐天也不认我了。哎，对了，你一说齐天呢，我想起来了，他的养父母搬新家了。搬家了啊？搬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我去给齐天送过信，那儿已经换新住户了。齐天也搬了。你呀，别着急，我先做饭，一会儿边吃边想办法啊。站住！哎，哎，怎么又是你啊？你怎么进来的？出去，快出去！我找我弟弟有急事。这学校憋着，走。哎，就这样。干嘛？你把这个信交给我弟弟，就说他姐姐来的，让他给回一封啊。什么乱七八糟！这学校，快走！你怎么进来，怎么出去？快走！哎，那同学。哎，小孩。哎，那个小同学，过来。哎，我问你，那个齐天在哪儿啊？不，曹健在哪儿？他走了。上哪儿了？他转学了。转学了？你知道是哪个学校吗？不知道。哎，听见没有？人已经走了，赶快走，这学校。你放开我！还这样？是不是还想让我把你送到派出所去？
哥哥，看到了你的来信，我真的好高兴啊！我太想太想回中国了，但乔叔叔说，回去的路费很贵很贵，一时还回不去。哥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们，也不知道回去以后你们还认不认识我。我想，弟弟和妹妹一定都长高了吧？全家福的照片就装在我的身上，我每天都要看上许多遍。我想，爸爸和妈妈一定也在天上看着我们呢。成冰儿，化成水儿，永远都是彼此的骄傲。我找不到他们了，思甜也去了很远很远的外国。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和能他再见面。不过你们放心，他已经来信了，他还说已经学会弹钢琴了。爸妈，我是你们最不争气的孩子，我没有尽到做大哥的责任，你们打我吧，骂我吧。爸妈，我请求你们，我请求你们的在天之灵要保佑弟弟妹妹平平安安的，还要保佑思甜在外国顺顺利利。时光流逝，我们都已经长大了，但却彼此失去了联系。最后一次收到哥哥的来信，还是在十多年前。他说齐天搬了家，转了学，再也找不到了。奇妙好像是去了北京，所以他也要去北京。后来我随着养父母又搬到了另一个城市，此后就再也没有了哥哥的消息。我时常会想起父亲的话，兄弟姐妹就像是天上飘下的雪花，落到地上结成冰，化成水，就谁也离不开谁。我想念我的哥哥、弟弟和妹妹，我盼望着我们兄弟姐妹还能有重逢的一天。阿云，阿云，
你今天去哪里了？ Shopping。 Shopping？ 买了些什么？ Secret。 什么啊，这么神秘。Meredith， 好漂亮啊。 It's tailor made for you. It's beautiful, right? Want to try? 现在啊。 Yeah。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hotel and the airlines. They'll be here in 10 more minutes. All right. Has Ms. Chi came in yet? No, I'm afraid not. You tried to call her? Yes, I've tried, but she's not answering her phone. Okay. All right, thanks. Hey, can you let them know I'm going to be there in an interview? Yeah, sure. Thanks, Alan. Miss Chi， 喽。David， they're here. The people from the airlines in the hotel. Okay. I'll come up then, okay? Thanks, Alan. Michael, thanks for telling me the truth. You are welcome. Miss Chi and I are very grateful for the sponsorship that your hotel and your airline are offering to us. I personally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both of you guys for the collaboration of this tour. Well, it is a pleasure of our airline to become the partner of the world tour of Miss Chi, her piano recital. In particular, as Miss Chi has chosen to kick off her worldwide performances in Boston, her move is indeed meaningful to us. As you may know, our headquarters are exactly in Boston. And it's a great pleasure for our hotel that Miss Sergei and Sergei will come to Boston. We promise to take good care of the services here to ensure it stays a wonderful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喂 ,David。Hi。我有事找你。
我现在楼下的咖啡厅，你一会儿下来吧。Okay, give me a few minutes, okay? All right, see you soon. Bye. 谢谢 for coming today. It's good to good to see you guys again. Good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See you soon. Ellen, can you welcome Alfred? Yeah, sure. This way, please. Hello. Oh, hi. Please. Coffee for me. Thank you.What's going on? I'm trying to reach you all afternoon. No way. David. 嗯？巡回演出的第一站，我要设在北京。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已经决定了。巡回演出第一站，我要改为北京。But I thought we talked about this. It starts in Boston. 我改变主意了。Do you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Do you know what you're asking from me? Have you got any idea the kind of manpower involved in a world tour like this? What about the people that work with you, work for you, the traveling, booking the venues? It's not about just you playing the piano on stage, isn't it, huh? Hmm? What about the sponsors? What do you want me to tell them? This is absolutely ridiculous.Do you know the kind of money that is involved here? 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我也非常抱歉我改变了主意。但是我已经决定了 ，David， 你一定要帮我把第一场演出改在北京。What do you want me to tell the sponsors? 你就告诉他们是我改变了主意。Is that easy, is it?Okay, I'll see what I can do. But it better be a good explanation for all this. David, 我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要取消我们的婚礼。Stop kidding around. 我不是开玩笑的，我是认真的。对不起。Why？ 如果你尊重我，就不要问为什么。我先走了。Seat him, it's Dave. Seat him, 我琴晚谂咗成晚啊，你点解要取消我哋嘅婚礼啊？你可唔可以俾个理由我啊？我哋近先唔系讲过，有啲咩一齐分担嘅咩 ？Seat him。Sit him, listen to me. Hey, listen. Can you keep the noise down there? Calm down.
飞飞，就在里边。这边呢？干什么呢？老师，跟您打听一下，有一对姓林的老夫妻是住这儿吗？对，住这儿，死了。死了？谁死了？老头死了，老太太死了，都死了，死了好几年了。怎么办的事儿？给我的最后消息进我这儿啊。老师，这老夫妻收养了一个小闺女，叫奇妙的，你知道吗？我知道。笨蛋，找个人有那么难吗？不是黑哥，你自己说的呀。你找你妹妹找那么多年了，要是容易不早就找着了。再说你什么线索也没有，就知道人在北京，再不就是老头老太太的名字。我找到这儿我就不错了。我什么废话，继续找，找着了我亏待不了你啊。嗯，走。找着那对姓林的了？个屁呀，都死了。死了？那你妹妹呢？慢慢找呗。这么些年了，我不在这一天两天。也就是你，这说不定你那些弟弟妹妹早把你忘光了。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就是说说。老板，这外面怎么有苍蝇啊？不光有苍蝇，还有老鼠屎。哎，这苍蝇怎么会老鼠屎啊？是什么呀？怎么了？快点回来！是什么呀？是什么呀？怎么了？快点回来！是什么？赶紧走，赶紧走啊！吃什么呀？来什么？来什么？我们来的。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哎，怎么都走了？哎，别走，别走！哎，别走，别走！哎，别走，别走！你们天天在这儿在闹，我怎么做生意啊？我别问我，问我老大去。黑哥，您饶了我吧。这是你写的，把钱还给陈老板不就完了吗？我真没有啊，我真没有，我是没有啊。小伟，他没有，听见了吗？跟弟兄们说，明儿个都上这儿吃饭了，老板请坐。好嘞。别，崔哥，别，您饶了我。明儿我把钱给您送去不就行了吗？明儿还啊，都听见了吧？明儿还，明儿还啊，明儿给我拿钱，走。得，您慢走。一百五，你呀。
你找什么？记得咱们还有5块钱呢。5块钱？什么5块钱啊？记得就放在这儿了。哎，找到了。哎，我这有钱呢。今天我去买货的钱就从这里拿的。那就是说，咱们又没钱了。哎，一滚了4天，还是都没消息。管他们干嘛？这么多年，他们也没管过我。怎么能这么说啊？4天出国了，想帮也帮不了啊。你是小姐了，啊？当然了，同学嘛。哦，同学啊，有那么简单吗？我知道，小的时候你给我姐姐写过纸条，她为我姐跟我哥打过架。那我还帮你哥卖废钢铁，给你买罐头，你就这样来想你了。是为我还是为我姐姐啊？啊！为你，你好意思啊你？我6岁的时候你就惦记上我了。6岁那会儿没有，我当时16岁那年是真的惦记上你。16岁，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来找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咱们俩打车吧。干嘛那么浪费啊？坐公交车不是一样吗？现在都几点了？坐公交车肯定迟到。我不想再去工作了。师傅，我们再开快一点吧啊！患者脑垂体瘤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浸润，并且有3个病灶，采用普通的外科手术将会十分的危险，而采用伽马刀或 S 刀等立体手术呢，又不能完全清除病灶，病灶一旦转移就会复发。我的手术方案是将常规的放疗、 S 刀手术和外科开颅手术相结合。首先我们用 S 刀清除大部分病灶，然后再用外科开颅手术清除剩余的病灶，最后我们再配合1个星期左右的放疗。这种手术的方案虽然比较繁琐，但是对病人来说痛苦是最少的，同时效果也是最好的。恭喜你又收了一位高徒，只可惜他是哈尔滨进修生，咱们医院留不下他呀。哎，对咱们医院来说可能是可惜的，可是对当地的病人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儿。对，是这个道理。刚才和各位专家研究了你的手术方案，大家认为不错，很有突破，而且又非常安全，可是缺少临床实践经验。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肯定有这种临床手术的机会。哎，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过2天吧，我想培训完事我就该回哈尔滨了。怎么不做手术了？手术？是啊，全国的脑瘤患者很多都要求来我们医院做手术，你是我培训伽马刀手术以来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如果你能够在北京留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会给你安排一次临床手术的机会。对你来说，临床手术的机会太重要了。是，我马上给医院打个电话，在北京我要多待几天。那就太好了。
先回去。阿丽，借我200块钱好不好？林小乐，你还跟我借钱呢？我这个月用的面膜都是廉价货，我看中了一件衣服都没钱买，我比你还穷呢。我先上场。小红，能再借我点钱吗？不是你借，是长君借吧？不是我说你，咱们姐妹这么多年，你老是这么借来借去的，哪是办法呀？可是我也不用管他，对不对？求你了，再帮帮忙啊！我这儿只有这100块，你拿着吧。谢谢啊。你叫林小乐啊？我就是。你呢？包老板给你打电话了吗？我是来帮他收账的。他这人怎么这样啊？才见过一次，他答应我还2天。你跟他怎么说我不管，我得把钱收走，快点。哎，你干嘛？我跑不了，我上床跳舞。没事了，没事了，啊！我先去洗个澡。
现在咱们可真的是没有钱了。老板那儿还欠着咱们一大笔呢。老板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这伙人当中谁没有被他黑过钱啊？跟他要钱只怕得拿刀逼着他，所以咱们啊就算是没有赚那笔钱吧。真到那份上，咱们就拿刀逼着他。张俊，我觉得咱们不如去戒毒所试试吧。你好，你好，来了。怎么样？昨天睡得还好吧？还可以。嗯，那就好。在手术之前呢，一定要休息好啊。王教授，你这次是您主刀，我们就放心多了。这次手术啊，要由我们曹医生来主持。曹医生是一位能力很强、水平很高的年轻医生，啊。这次手术的技术和设备都是最好的，请你们放心。王教授，不是您亲自主刀吗？当然了。我会一直监督着手术的全部过程，你们不要太担心啊。王教授，这样大的手术，我们还是希望你亲自主导。请你们还是相信曹医生，相信我们院里做出的决定和安排，啊，不要太紧张。我看他比我们还紧张呢，这人命关天的大手术，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让一个年轻的医生来做呢？我不同意。王教授，如果这次手术不是你亲自主导，我的手术宁可不做了。哎呀，这不太好吧？你看，手术室和手术时间都已经安排了。不行，这人命关天啊，我们不做了。王老师，既然病人提出要求，我想这个手术还是你来做吧，我在一旁配合你。那好吧。你怎么来了？我陪你北京。这又何必呢？我知道我现在已经陪你很辛苦，但我现在你已经离开，完成你的演奏会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你放心吧，我不会感情用事的。请进。好，带着我一起，你看。Hey, listen. When we get to Beijing, we're going to check into the hotel first, freshen up a little bit, and then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嗯。Yeah. 好啊。Okay. 谢谢。Stop doing that. 什么 ？Stop thanking me for everything. It's part of my job. It's okay. 好，我想想办法。老板，给你钱。家里又出事了，你弟的学费又不够了。前日子不刚寄完钱吗？是，可是我妈病了用了一些。还差多少？800多吧。这会儿哪儿找800多去？最快也得等收了林小乐的账，咱们才能有钱。算了，以后再说。等会儿，再想想办法。
齐小姐，邝总今天还在广州，一时赶不回来，不能来接你，很抱歉。邝总太客气了。作为齐小姐音乐会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我们觉得很荣幸。邝总特别交代了，一定要照顾好齐小姐。齐小姐是第一次回国吗？18年了，我还一直没有回来过。18年前，我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就是沿着这条路去机场的。现在我已经一点都认不出来了。撞得不轻，赶紧送医院吧！这样，这不是我撞的，我没撞。什么不是撞？真不是我撞。你怎么不是我撞？别走，跟你说，他自己从这跑过来。你别走，不是我撞。别动！哎，快来看！哎，撞车了，撞车了！哎，你怎么了？我没撞。哎，快来看！哎，撞人了！哎，快来看！哎，这就是你撞的，明明看你撞，真没撞。你的吧？对不对？就是你撞的，跟你说啊，真没撞，不是你撞的，你还狡辩什么？就是你撞，我告诉你。不是，大家看，撞车还不承认，你看不见？这是大家讲理。哎，就是他，明明不是你撞的，明明就不是我撞，什么不是你撞的？他从这窜出来，不是我撞的，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说说，别追着我，往后，别围着，别围着，不是我出多大事儿啊？往后，什么呀？别围着，就是你撞的。对，别动手，来，我看看怎么回事。真不是我撞的，大姐。行了，你先别撞。大姐，没事吧？没事吧，大姐？活动，能动吗？活动啊！疼死我了！这可能我见多了，八成装的。那咱上医院得了？别上医院。这上医院钱就花嗨了，那怎么办呀？碰上什么人？一帮外国来的。外国人让他们掏点钱解决了就完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让我下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去吧。哎，这挺很好呀，满意。车呀、啊，我们的，怎么开的车？你不小心点，他突然间窜过来，什么突然把人就撞成这样了？快跟人好好说。没事，大姐，对不起，您看围了这么老些人，咱谁别动气啊？咱这么着，让他们呢赔您俩钱，咱把这问题解决了，您看成不成？不是我撞的，我真没撞。什么不是你撞？不是我撞，你真没撞。待着一会儿，别说这个了，就别说了啊。大姐，咱是为解决问题，您也别不好意思啊。该多少钱是多少钱，您说多少钱合适，咱就说啊。我正常行驶啊，我绝对正常，正常就正常行驶，人都躺着了，还正常不正常就别提这事儿了啊！您说，大姐，我这也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两条人命呢，你撞着我也就算了，你要是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撞出个好歹的，我跟你没完！我大姐啊，这样咱上医院看看你好吗？啊。算了，我看也甭上医院了，大姐。哎，上医院呢也检查不出什么来，啊，那钱都让医院给赚了，您也没落下什么好。咱这么着，您就说多少钱，让他们一掏，咱就完了啊。都是讲理的人，您放心。
撞得这么厉害，怎么着也得赔五千吧，对不对？啊、是不是？五千够了，五千够了。五千，你也太黑了吧？啊，你不是碰瓷儿呢吗？嘿，你说什么？别动手！你干什么干？别打架！别动手！别动手！起来，起来！别动手！大姐，我跟你说啊，五千块钱不多啊，您呢也替人家想想，一下拿五千稍过了点儿，咱这么着，一千块钱啊，一千块钱您搁兜里，咱们两边走人，什么事儿都没了，您看行不行？再多一分也没了啊！哎，哎呀，哥几个，也就这样吧，掏点钱息事宁人。不是，您说关系他没事儿。是是，可是你碰你老娘们，你说怎么办呀？没这么老些人啊，算了啊，就这么着。不行不行，没关系没关系，不行不行，真的。那我处理啊，赶紧走，哥俩赶紧走，就这么着啊。不是，赶紧走赶紧走，就这么着。行，没事了，赶紧走赶紧走。行了行了，没事了没事了啊，往后看往后看，没什么好看的，往后往后，解决了解决了啊。哎，大姐您看好了啊，这是您这一千块钱啊，您拿好了，来，大姐起来。哎，行了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散了。那个女人真的没事吗？不知道啊，但是这个男人很帮忙啊。帮什么帮？我看他们像一伙的，碰瓷的。什么碰瓷？这个呀，就是一骗局，骗你钱蒙人的。我会慢慢了解的。过来看一眼。没事了，黑哥。今儿收获不错啊，黑哥。小北，干不错啊。谢谢嫂子。这个，回去吧。啊，就这么回去了？回去吧。那成，您再给我打电话呗，有事。哎呀。以后跟你爹妈也说一声，别什么事儿都找咱们。咱们挣俩钱容易吗？还以为北京遍地都是金砖、啊。走吧，啊！金小姐，这是你的房间。戴瑞的房间在你的对面，这是我们特意为你安排的，还满意吧？谢谢你，想得真周到。不客气。对了，下午的记者招待会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酒店的会议厅进行。哦，拿好房卡。谢谢。你们的行李待会儿有人送上来。好，谢谢，麻烦你。不客气。City， 咁我都翻房准备一下先。嗯 ，OK。OK。好了，朋友们，记者招待会马上开始，有提问的记者请举手。好，这位先生。秦小姐你好，我是京华晚报的记者海涛，我想请问的是，您为什么会选择北京作为您巡回音乐会的第一站呢？这是不是和您的华裔身份有关系呢？谢谢。是，因为中国就是我的祖国，我在中国出生成长，而且这里还有我的三个兄弟姐妹留在了祖国。这次北京之行，除了是我巡回演出的第一站之外，还有一个对于我来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我要找到我的兄弟姐妹。妹妹从国外回来，心里还有点不一样。那是。怎么着？那是你亲妹妹吗？废话，不是我妹妹还能是你妹妹啊？就你们家，能有那么有出息的妹妹？我们家是出不了这样的著名钢琴演奏家，那顶多呢，我们家也就出我这么一个混混，是吧？一天到晚的跟着你这样的混混，瞎混呗。你瞧这人怎么，什么难听他说什么？你这……哎，我说，那真是你亲妹妹吗？当然。好嘞，看你现在混这样，人家能认你吗？她是我妹妹，她不认我，她就找我来了。我们兄弟姐妹的感情好着呢，多少年不见都淡不了，血浓于水，你懂吗你？再说我现在混怎么了？这样还行啊，我觉得。血浓于水，哎，怎么没见你跟其他兄弟姐妹血浓于水啊？啊，这么多年了，连照面也没打过吧？哎，我说你这人，成心是怎么着？给我添堵了是怎么着？我就是想提醒提醒你，你别到时候剃头挑子一头热。少废话，嗑瓜子还堵不住嘴。那。哎，我也想去。干嘛去？我也想见见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什么样啊？长这么大了，还真是一个名人都没见过呢。想去啊？啊，想去成，有一样啊，不许打我妹妹歪主意。哎呦，我是那人吗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知道我？我不就是想见识见识吗？实在不成，看看你妹妹住的房间什么样也行啊。行，那成吧。哎，真的，什么时候去啊？咱们连你妹妹住哪儿都不知道呢。笨呐，这不有报纸吗？你看啊，咱跟这报社记者呀说清楚咱的身份，你不就找着思甜了吗？啊，对对对对。笨呐你！你这你。你换身衣裳，用得着那么隆重吗？用，你别让人一看咱怎么着似的。去，换身衣裳啊！嗯，司令啊，音乐厅嗰方面咧，嗰啲灯光同埋音响咧，我已经 check 过，佢哋安排得非常之好。咁演出公司嗰方面咧，就想再同你开多次会，倾下啲细节，睇下有啲咩新嘅 input。嗯。那好，谢谢你 David。啊，系啊，仲有你要揾你啲兄弟姊妹咧，
保管方方便，愿意帮手。真的？嗯。太好了。思甜啊，我哋今次嚟北京，系咪就系揾你屋企人？等到音乐会的事情安排好之后，我还要去一趟哈尔滨。我想从哈尔滨找起，应该会比较容易些。我知道，但系其实我哋成个音乐会都可以喺 Boston 举行，唔需要咁心急。我哋跟住至嚟北京都唔迟啊，系咪 ？David， 不要再说 Boston 了，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 Boston， 而是实实在在已经在北京了。思甜啊 ，I know this is not the right time。Just lately, you know, all we talk about is work and what's going on? Is everything okay? 我不是已经和你说过了吗？现在你只是我的经纪人，关于我的私事，不要多问，好吗？我有点累了，我要休息会儿。Take a rest, Daniel, okay?你也是来认亲的，啊？什么叫也是来认亲啊？我弟弟妹妹都来了。来了，人客不少，三层上去吧。哎，谢谢啊。那么紧张至于吗？没有，就是觉得这么多年没见了我。你说你妹妹都已经是一大名人了，给她戴块纱巾算什么呀？来，给你点表啊，小姐，小姐，我真的很想她，我没日没夜的想她，我真的是她的哥哥，您能不能安排我见她一面啊？我着急。你不要着急，你把资料填好之后，我们经过核实，如果确认你是齐思甜的哥哥，我们会安排你见面的啊！你现在先回去，好吧？您不用核实了，我真的是他的哥哥。我觉得吧，你应该相信我，真的，我确实是照片上那弟弟。您就让我们见一面，好不好？就见一面，我不让你见面。我们就想见一面。你说你是他妹妹，你说你是他弟弟，你们之间认识吗？我们也得对人家齐思甜负责任。这些人都疯了，怎么着？回去吧。不回去怎么办？跟你们骗子一块挤去。哎呦，把自己说的跟个好人似的。我不是好人，你跟着我干嘛？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哎，你猜怎么着？现在啊，他们是不知道齐思甜住哪儿，要敢知道了，非堵他们家门口。你还别自信，四海饭店。
说咱们坐公交车来就行了，还打什么车呀？上这地儿坐公交车呀？废话呢，快走。跟您打听一下，那个齐思甜是住这儿吗？是。他在哪房间？先生，请问您和齐思甜小姐预约了吗？没有，他不知道我来找他。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告诉你齐思甜小姐的房间。是这样，我是他哥，他四处正找我呢，现在。他真是他哥？哎呀，赶快把照片拿出来呀！你看这个。不是，你看这个，对，您看，这是思甜，这是我，您看吧，啊。先生，这样吧，我给你打电话上去，看看齐思甜小姐是否还在房间。哎，谢谢。不用客气。Hello。好，麻烦你请他们在大堂留下等我们。我们马上下来。好，谢谢。姿甜，你哥哥义父嚟咗，佢而家喺楼下。真的？我要去见我大哥。嘿，你做乜嘢啊？喂，我没事，我真的没事，我真的没事，我只是有点头晕。那不是上回咱们碰瓷儿那人吗？这小子，小姐，你好。刚才找齐思甜小姐的人在哪？住在那边的先生。你好。你们是不是要见齐思甜小姐？我是她的经纪人 David。我是他哥齐一苦。我们是你好。坐。David 不让我下来，我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下来看一下。夜是四点。笑吗？笑，真笑。哥，这么多年都没有你的消息啊！我有给你们写过信啊。一开始的时候，齐天还有回过两封信，后来觉得什么消息都没有了。给我的信，我后来出了点事儿，一直也没看到。等我后来再去找齐天跟妙妙的时候，他们就都搬家了，可能是人家不愿意我老去找吧。等我再去找妙妙的时候，听说收养她的那对老夫妻来北京了，我就也跟着来了。找来找去，等找到的时候，那对老夫妻都已经死了。这样妙妙就又成了孤儿。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齐天现在还是应该在哈尔滨吧，也找不着他，他把名字给改了。哥，过两天我想去趟哈尔滨，一是给爸妈上坟，二是我想找一下齐天和妙妙，从根上找起应该比较好找。